跟我们说几句话。我们有肖像权哦，你不要给随便乱照哦。我没有同意要让你照、哦。这个如果让我看到的话，我绝对办你。就是，我跟你讲哦，我先告知你义务哦。就是你的那个。请问你们现在在做什么？我甚至跟你说，你没有记者权利，你没有权利照我的相。我跟你讲，你真的不懂法律哦。你有没有记者证？你先把钱。干嘛？你在干嘛？你的记者证拿出来，我可以办你、啊。记者证拿出来，记者证拿出来，记者证拿出来。你在做什么？你是肖像权，你知道什么叫肖像权？我跟你讲，宪法是保护什么？你知道？今天是你们现在记者证拿出来，今天是你自己。我跟 M 只是站在那边，想要跟其他媒体一起采访关于这次马英九会见国外记者的事情。然后就有一位警官说没有见过我们两个，所以怀疑我们两个有问题。那我们就把记者证跟名片都拿给他看，他还是说没看过，那要盘查我们的身份。然后那也不能在，他就是也不让我们在那现场盘查，一定要把我们硬拉到旁边。然后拉了大概20公尺远，那最后也没有盘查，就只是把我们隔离在外面，就是妨碍我们的。那他们对旁边其他记者的态度是什么？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是主流媒体啊，所以应该可以在里面采访。那我们可能因为比较小，他没有听过，对，他可能没有用过网络，所以他不知道。他对于就是直接把人拉走的他的这个理由跟他的那个依据的法条是什么有吗？没有，我们一直问你要拉走我们，怎么样给我们一个理由？但是他们从头到尾都只是拉，没有回答。我要把你请出去！我要把你请出去！我是公民行动研究院，我请你看清楚。一样我在那边拍，不好意思。记者都在后面，记者在后面。记者已经进来了。请你退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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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推我，先退出去，先退出去，我在这里拍，我在这里拍，不要推掉，他不是记者，我是媒体，他是记者，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清楚什么什么？公民行动已经进入仓库，啊，再讲一次，哪一个媒体？不要动我。现在媒体不能进去，媒体可以进去，请不要睁眼说瞎话。撑到现在了，你们已经没有录影存证了，可不行啊！不行，不行。接下来走，我们就让我们走。哎，怎么就走了？这叫公关室，太烂的公关了吧？立法院是这样子，没有，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媒体都在，我们不喜欢密室，你就公开说，跟记者解释。来，好，你请讲。来，强哥，请讲。我这边公告了，所以现在可以。但你，哎，帅哥，还你，阿哥，你的波，你听两个无给你尊重哦，哎。蔡启龙委员啊，可以，不好意思，我现在有个采访，我等一下我回应你好不好？不好意思。啊，因为要让没有，你跟我们说明没关系啊。我可以跟你说明，但是我不是这记者不是我们请来的，我们连现在换证都没办法。你可以去骂这些记者，你们对这些电台负责，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我们连证都换不到，我们那不是我们的采访记者啊。
我们那么有本事带进来，我们就不用来这边。拿一个证没关系，可以申请啊。所以我们现在就问他，现在就说我们不行。我们申请有申请的规定、哦，所以就麻烦你解释为什么我们一般的民众是不能进入。对，有什么个人非营利组织可不可以？目前没有这个规定。那可以修改吗？修改不是我的权利。我们要求要修改。那你们找委员来申请。但因为我们看规定的部分是违宪的，因为宪法里面是不限保障的部分，不是我们能够解释的，好吗？那不是我们解释，你怎么会在这边？打我们了，你以什么法？你们解释啊！你以什么法？你要挡着吗？不是你能阻挡的嘛？你就违宪的，你要挡什么？违宪，那你们是你能阻挡的嘛？你没有权利阻挡嘛？那你怎么会有权利阻挡我？啊、你挡什么啊？你没有权利阻挡嘛？你就没有权利就违宪了啊！你要阻挡什么？有没有违宪的吗？不是你解释的，你不是做公关的吗？我想那个人记者为什么不能进去嘞？我们的内部的行政规定呢？内规吗？我上次已经给你看你了。宪法第十一条大还是内规大？那等你解释，我请问一下，等你解释下来说我们。有大法官第689号有解释哦。哦，那个不是我这边能够解释的。为什么？那也不是你能可以。宪法，你不懂得什么叫宪法吗？那什么叫团体嘛？主任，这是我们的立法院的主任吗？哎，这是公关吗？这是立法院公关吗？好，我们再次开始留言啦。各位美女们，不好意思，那我们就移到外面再开记者会。这么多年还第一次遇到。不一样。多领导啊，你先要扔开，你。看嘛呗，扔开。你不爱回来我。好嘞哦。伊讲，因头家讲袂使，都无爱袂使啊。公关室的注意。好。那没有办法，但我没有拍到里面那个人资料，没有办法。我们在执行，在内部，你应该不能在现场。对对，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谈话，好不好？不是公布场，我是拍他。你是记者吗？你有证件吗？我有名片。主管这不，哎，不是这个是我们，这个请求他，这个是我们这个没有对外公开。你们不是来请求的，你们是用逼的，不是来请求的。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对外公开。你头一开始就请求，我要跟他和解。他也不跟我和解哦，对啊，对不对？你他们没有权利知道吗？而且你们警察也在收证啊，他是执行勤务，对啊。我先讲一下，我们现在在执行公务，对不对？我们执行公务的，我们是个案，我们在我们这个个案里面，如果你是他的家人，那这样子 OK。可是你不是他的家人啊，你的资讯会变成到你可能会整个去公开了。可是我们这个是个案，会上网。对，可是我们这个是个案的那个部分。那我们现在这个只是我们私底下的沟通，好不好？我们私底下的沟通，我们还没有做成结论。好，那我们把弃笔录。好，经劝导他不自辞职，让他不理会。不行，哎，不好意思，这是我们记者证，我们是记者，我们进去拍。你们是有登记的？我们是媒体啊。来，媒体。所以我现在不能进去拍就对了。配合一下好不好？不是你叫我们来这里的吗？你们刚刚叫我们来这边，现在又不行，那我们现在就不能拍缩小哈，不好意思，帮我一下，拜托一下，这不是公共的，就是你们要做拆除，那我们也可以拍啊。
我可能要写了。往后退好不好？往后退，跑反一样都可以啊。拜托，麻烦先往后好不好？别大家先走啊，在前面先走啊。啊，也有一些。我们家是麻烦你们先开始往到封锁线外面拍摄，好不好？去封锁线外面拍摄，因为等一下开始拆除会危险。麻烦你们开始往外撤退，好不好？好，你们拍照封锁线外面也可以拍。要拍照可以到封锁线外面拍。那你们在封锁线外面拍。可是你们刚刚就应该先划设一个记者区让我们拍了啊。那现在又这样。我现在告诉你，那个区域现在在外面，我们现在开始想要执行的动作了，好不好？要拍，开始搬东西，要拆除了，会有危险。好，你们要诉求可以，好，但是不要让自己受伤，好不好？想想你的父母，好不好？等一下要执行公务，麻烦往后面，往外面。在巷口，到巷口外面那边警察围城那边，好不好？你从外面拍。你们从外面，你们要拍可以从外面拍，好不好？现在先划设一个，因为我们等一下过去，等一下你们又把我们赶出来，我们又不能拍怎么办 ？OK 吗？不要拍这个报告啊！又不成。巷口那边，好，警察会围一条线，你们可以从巷口外面拍进来。可能啊，你们还好不好？你们要先划设一个，我们先确定我们有地方可以拍。我现在告诉你，警察外面，对，在巷口，好，靠近公上面，你们可以在面公里面外面拍。你起码里面进攻，我们再离开这样比较合理嘛。你们还在作业，我们那也要作业啊，对不对？我们作业程序就放在这里，好不好？进来呀，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请你们到外面那边。这边是为什么？好，我们跟你讲，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整个开始想要执行程序了，好不好？麻烦你们注意自己的安全，好不好？你们要拍摄，我们让你拍摄，但是麻烦到那个区域去拍摄，好不好？好，三分钟的时间，三分钟的时间，不要威胁我们。这些笑脸的加派，要写报告喽。报告要派。好，但是麻烦请你们给我们作业的权利，好不好？我们今天必须在这边作业。权利了，我们要作业，好不好？程序了，等一下开始，里面要清空，好，机具要进来。你们在这边离拆除地点太近了，好不好？已经离地点，请你们到巷口那边。事实上，你们还是可以看得到，好不好？那请问你们能够走光了吗？不好意思，往这边移动哦。不好意思，往这边移动，拜托一下。你们现在人走光了吗？还没，所以我们还要在现场啊。拜托，往这边移动好不好？你在工作，我们在工作。那个台地小组，拜托一下，司法师官已经请你们先移动了。叫司法师官过来讲，你是中间人，叫他过来讲。刚刚他已经跟你们说过了，不好意思，拜托一下哦，拜托。不要赶记者。停下来，现在走了。叫我们走。那我这，你们注意啦，老板，你们那边前面往前移动好不好？好，拍照的朋友，麻烦是不是先慢慢往外移动了，好不好？你叫司法事务官过来讲啊。我是司法事务官。OK， 那里面因为里面还有人，里面有人，里面有人，对，我们现在已经在执行强制排除的动作了，好不好？我们现在做工作画面，好不好？快手机来送。在外面，在外面可以拍，好不好？我说在外面拍，好不好？在外面拍。你们在那工作，你在那工作啊。我跟你讲，大家彼此给彼此一个方便，好不好？好，我说我不妨碍你们拍摄的权利，但是麻烦从封锁线外面进来，拍进来，好不好？过线，那刚刚你们动线都切完字，打过线，要完字，要完字，枪声爆炸，枪声爆炸，不着急，记得动。我们大头今天有派出所费没有带？小心，小心！小心啊，小心后面！是因为什么原因吗？没有，你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下，等一下没关系，啊、我们要看一下。对啊，他们我要请你啊。对啊，一起的吗？
来，快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你们这这，你们这个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调查，这个没办法，没有，为什么没办法？记者证才可以，不然我们就请示一下。这是记者证啊，没错啊，这是记者证啊。好，我们请示一下好不好？好，请示，好，你去请示。我稍等一下，好，不好意思，你稍等一下。那我们请示一下哈。这边进来哪里了？啊，放下东西。前面为什么自由时报就可以进去，我们就不能进去？记者都帮你请示了，好不好？我帮你请示，好不好？啊，为什么别的记者就可以进去，我们就不能进去？我们也是记者啊。对啊，我们请示。这是什么原因？你可以跟我说明一下吗？可以说明一下吗？我们也是记者啊，别他媒体就可以进去，我们就不能进去。不用，不用高。稍等一下嘛，我们请示看看好不好？没有说不能，你有没有请示看看？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怎么报的？公民行动没有这个报呢。我们是国科会，之前国科会的计划。国科会的计划，可是那个你们也没有那个记者协会的。记者协会。对呀、啊，你这个是公民协会，跟这个不一样哦。不需要登记什么吧？对呀、啊，你这个不是记者证哦，没有，我们这边没有登记。就算我现在用公民，我现在用公民记者的身份，我还是可以进去。没有，大法官就已经有视线做这个部分的视线，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进去？你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因为这里有管制，哈、哦。对，我知道有管制，但是因为既然公民立法是已经视线，公民记者也可以进去了，那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进去拍？公民。你这个不是所谓的记者协会里面的，我们有发放给记者协会，对，我们有发放给记者协会，哈，有记者协会他认证的，我们请他进来，我们有发放给记者协会，所以说这里有这边现在正在设媒体区，所以说你是公民行动的，全您是哪一个单位的？我是大安分局的，是大安分局的，所以说哎，督察员赵俊发，我可以跟你讲，哎，我们只是问你说是不是记者，你们公民是记者啊，对，你是记者，我们是记者是，那请问一下是记者协会认定的吗？记者协会认定，对，你是记者，必须要经过他们的认定，对，他们知道我们是哪个单位啊？我们是给记者协会，因为你们要叫。我只能跟陈先生嘛，是不是？对。陈先生讲，哦，我们要做一个识别认证，比如说像他们，我们不好意思，我会做，没关系，你尽量。所以比较大家的媒体都可以进去。看一下证件，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哦，我们都一样的，嘿。哎，我们比较健康一点。我们都一样。两位一起是不是？对。所以需要拿得出合格需要合格什么合格登记证吗？现在记者没有必须要登记什么东西啊？他们都有，他们就这样子。你们在发文之前也没有做这个部分的视线或是说明啊？怎么现在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你看才子就完了，我们留着干嘛？爸爸才子激动性，就像我们那么突然要走，要交班怎么办？对啊，对啊，这已经拆过好多次，你该怎么还我们？就你们人，我们看你们留给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要，我们没有在要这个东西啦。不是，我们有记者证，我们这边要发记者证啊。不是这样子好不好？你们这样子，你这样子，不然就照着登记啊，就登记就登记就好了。他不还我们跟他们报这个药。啊，可以啊，可以啊，哎，对啊，你不要乱跑啊。谁是要放名片就好了，名片换证就好了嘛。然后号码随便抽了，来，请问，来两位，照一下，公稿，那个张天。拿一个手苹果日报，苹果日报三天，到时候你们证件没出去啊，因为没有。还有几张黄色啊？要不要帮你拍一下？各登记中央通讯社，这边我写了，这是 PDS 七号六号，不用因为同事不用什么太细了，中央通讯社。这边，就是刚刚那个，应该是法务部的人呢，矫正署，
说，对，矫正署的人说呢，我们一定要换证才能在这里采访，那不然呢，可能就是到时候要请警察把我们驱离出去。那我觉得这相当荒谬，因为我们跑新闻跑了六年多，第一次说在街头采访要换证，而且更荒谬的是他一刚开始的时候还说，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记者压在那边，然后是经过我们抗议之后呢，他才说，那不然拿名片，那后来又改成就是没有名片也可以。对，那我觉得这是最荒谬的是，他是抄在一张纸袋上面的。基本上这种规格，大概只有总统来才会有这样的规格。对，就不然还要另外换证。对，一开始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通知你们有这些，没有通知，就现场通知啊，然后就在现场说了算啊，就在怪手的履带上就开始登记换证。